是不是一生的伤口，痛过才懂得坚强的理由？听你说当年的乡愁，逐渐年迈的手有点颤抖。渐渐消瘦的面容，该好好牵你的手，不舍让你孤单寂寞。我只想深深拥抱你，我只想深深拥抱你，一个眼神我就懂你，一个眼神我就懂你，想你守护我守护你，爱在心里，多希望时间都暂停，我好想好好的爱你，我好想好好的爱你，想更早的开始陪你，一杯哦，爱好好敬一下江女士吼，来。有杨干事的人脉吼，运作起来吼，较会这呢那顺利。即马只要人头落去算落来，皇上是为你这边活过来。会当一支手吼，当这个势哦，敢若江女士你做会到啦。既然皇上会转为你这来，就代表讲嘛有可能会转台。即马上主要就是，看什么人较敢出台。江丽淑啊！啊，咱拢是家己人啦，啊，要出偌济，要滴啥货，做你开嘴。你若是讲会出嘴吼，我保证啊，都拢做会到。是啦，即届选举哦，要上啥物咧？只要正人无法度出面咧，拢交我来处理啦。啊，只毋过爱保证，阮正人大个会当坐稳即个后部理事的位啦。明年再来拼正式理事啊。啊，这杯若饮落，大家心就安啦啦。来，倒酒，倒酒，倒酒，来。我给你，我给你，我给你。啊！啊，江丽淑，跟你们呐，来来来。你就甲江丽淑同款，走脱哦是走袂离哦。靠袋啊，爸爸，有食阁有掠啦。走脱走到哦，脚断去我嘛甘愿。啊，安尼就对啊啦。唉，前一阵仔哦，听讲恁家着贼偷啦。啊，你规个人着面悠悠，啊，目头安尼结规圆。即摆哦，代志较顺利啊啦，你嘛会当哦，松一口气啊。哎。你当作钱这么好赚哦？我拼死命赚哦，嘛无才调揢钱去买金条啦。哎呀，莫讲讲遐个啦，啊是讲啦，贼偷的代志你有去报案无啦？啊，莫拢无消息啦。报啊啦，啊着贼偷这种案件哦，啊警察无业绩啊，还毛凊彩查查的尔。嗯哎，啊那安尼，这条是要找谁讨？放心啦，我有叫敏玲哦，暗中去调查啦。敏玲。你是讲 A A 啊，进来呀、啊。
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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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
所以你意思是讲，这查拉民警无义啊，一定要调新的对无？对。啊，不过其中有两个较少年的工人，伊无用民警的，伊用的是较新的手机啊。工人用手机啊？这我无注意到。哎呦，这就是你唔捌啦！我甲你讲啦，即摆的少年的吼，啊无代步是若是按一条民警伫暗棍后会嫌垃圾极严无卫生啦，所以即摆吼拢改用手机啊，看起来较拍嘛，嘛较得流行，对无？美女，你到看迄个手机啊，洗怎啦？有啦，我有看因摕出来用啦，但是我无啥确定呢。啊，不过吼，这两天休工了吼，我有跟因两个人吼下班的路线啦。啊，其中一个吼住伫金桥寮的附近啦，一个人住，啊厝嘛是用租的啦。我感觉伊嫌疑相当。这嘛无一定啦，对不？啊，无人去做贼啊！偷摕头家厝内的物件了，啊，搁留落来做代志，这嘛伤戆啊！对啊，我那是迄贼偷吼，物件摕到就早走呀，搁伫遐等咧哄你啊！我唔敢讲一定是伊啦，但是我咧想吼，这个贼啊嘛是惊咱怀疑啊，所以挑地吼当作无事，留伫金桥寮继续做代志啦。无即几工啊，我搁跟踪伊看卖啊。你讲嘛是有道理呢哦，好滴啊！啊啦，你看明人啊，会当当作十个警察在用啊！哈，对啦，对啦，即马你当咧顺利啦，啊，搁有明人咧甲你斗三工啦，我看后未来你会大事业哦，连火车拢拼你袂过哦！哈哈哈，什么火车拼袂过？连飞轮机哦，都拢拼袂过啊！来啊，饮酒啦！辛苦你啊！辛苦了，美女。阿伯，我来给你看阿伯。人呢？老先生喝出来面啊，才回去啊啦。啊，伊是糖尿病，时间到就注射胰岛素。昨暗过休克，主治的老医师讲，伊状况真危险呢。唔对啊，先签的注意同意书啊。是老医师签的啦。哈？下晡病患就失去意识，老医师来看过，确定搁急救嘛无效，照内术，加上希望甲老先生接转去，伫咧厝诶换新衫新鞋，电手买钱。你已经照顾伊规半年啊，一定真艰苦。啊，毋过伊诶状况你比啥拢搁较了解，就算搁救，嘛只是拖时间尔。了解。就当作是面对死亡的经验。身为一个医生，无可能每一个要往生的病人，你拢我都倾心送伊。人来人去，生死有命，咱就尽咱的本分就好。好啦，回去休困啦，上好这几天拢莫来病院啊，找女朋友去约会啦。想袂到，看到病人伫要离开人世间，是遐尼啊痛苦。明珠，你拄着救袂倒来阿爷啊、甲三姑的时阵，应该嘛是这款心情啊。
想袂到阿先这么介意跟你耍呢，啊，听到袂送转你母遐就睏起。囡仔人就是安尼啦，若是吼，甲关伫厝内面，就愈关愈烦，愈关愈歹游戏啦。咱不过是出来出去走走的，安尼嘛较好带，真心较好啊。多谢你呢。啊，今仔日若毋是你甲先生讲要带阿星出去耍，啊，搁送伊转去尼姆遐，我拢无想着食的。啊，这阿星哦，伊搁忝甲哪困哪笑，真够济。免客气啦，是我吼才甲你说多谢。我今日嘛算甲真欢喜。假使讲恁两个若是有欢喜的话，以后我家定来带恁两个出去佚佗。好啊。给你饼。啊，你回去较细了。嗯，多谢。你是不是已经放弃我们的感情了？敢说有手更可以让你幸福？我哪会走来这？好好，便宜，处理。今天我结束再谈去。真欢喜哦，阿星，阿星真正足够水的啦。今日带因出去吼，两个人个性真正足欢喜的，笑几路安尼笑袂停啊。安尼好，安尼真好。叫我吼去食饭。多谢阿星。喂，客官，早餐收你好。伊来啊。电话去你啊！多谢你，安怎？有人邀遐？不是啦，我去食饭啊。任六哥，哎呀，你请我啊，找我什么代志啊？即我搁要去挂金针哦，挂迄搭个一空啦！我问你啦，迄个阿本啊是要辞职？对啦，伊今仔收安才甲我讲的啦。伊讲吼，伊后摆破病，要回去家己照顾，我嘛歹势家己留啊。好，我真正有咧气散去，真正是饲鸟鼠咬布袋啦。到底是安怎啦？迄个阿本是你带来？系啊。伊是毋是有来办公室？有一边啊，啊头家吼，拄好伊便所有咧漏水，啊拄好伊讲伊要修理水管啊，我就带伊去漏。修理你的头啦！厝里着插走，你的插就是伊啦！哎呦，袂啦，迄阿伯人啊，真故意啊！我看伊平常时食穿哦，拢欠欠啊因呢。阿甘兄，你敢有去过因家？无啊。我甲你讲。因家吼在落规矩的腿裤，食菜馆的倒菜，因家阁有上新鲜的垃圾哦啦，三拄仔来吼，全部拢是高级的虾子，
脚踏车一台比一台暖心的，你搁要听无？真是啊假的啊！真是啊假的！咱即马在抓哟，若无甲抓着吼，你就惨啊你！抓来啊！嗯，好，抓！才入来，想讲看到客厅电话有倒，啊无看见你人，才入来房间的啦。歹势啦，今仔伤忝啊，着睏去啊。啊，我看你伫睏的时阵，表情敢若真困扰，是毋梦着啥？今仔转来的时阵，看到明珠甲尤秋，敢若算啊真欢喜的款。你吃醋？虽然哦，阮卡上确实是想要甲明珠甲阮阿兄送做对，啊，不过我真了解，明珠对阮阿兄哦，无迄种感情。你哪会知影？我哪会唔知影？我嘛是查某人啊，而且我熟悉明珠遮尼久，敢会唔知影伊的心思，还佮有个性？你别烦恼了。好啦，你紧睏，我刚才是来这客厅物件，即摆要来转啊。明宏，多谢你的安排啊！我有这么舒适的所在通休困，我真正无想要转去厝的，面对因斗上甲卡上，听因对民主的误会愈来愈深，真正足烦足忝的。你先莫烦恼啊，你才好好休困，以后我们才有精神会当应付。紧困啦，我先来啊。是当时才会想到我。不过，想起码应该愿意来遮住，安尼嘛算是有进步啊。吃袂好，代志一定会一步一步向你所毋茫的方向行的，绝对会赢的。南美弟啊，冲入去无？袂使啦，这厝拢是分租的，罗汉卡啊住足济，咱若伫遐冲入去吼，万不易叫人冻掉的，着阿本去选去，咱也是伫遐等。细你啊，安尼有人划着呢，免惊啦。照咱计划啦，等伊来出哦，咱三个总甲围起来，看伊要怎对。哦，我先去准备。
你真好胆呢，敢偷过这济物件，够感动的。干那我姐啊，干那你姐哦，安尼好处理啦。明日你叫因头家，搁头家就落来。是。 哎呦，冰凌啊，你话啊，安尼贵强要你啊去，什么代志啦？陈啊，陈啊，抓到伊！人伫楼骹啦！啊，紧！来，走！哦，我跟你讲，是陈阿伯啊，陈阿就是伊啦！哈，阿笨啊，啊那是你啦哈！平常时看你安尼做事哦，安尼这样尼啊，骨力这样尼啊，认真啦！ 啊，你也走去做贼啦哈！哥，那认真哦，蛮少想办来财产呐。头家物件拢在遮啦，啊，加上哦，明年哦，有暗中的调查，对对几若工啊啦，你毋知偌巧？迄物件偷过了哦，佮继续来上班呢，一惊要死尽哦，阮才走你阿姨。你真正甲我气死好无？头家，头家你歹势啦。 拢是我唔对，我去找到这块，我嘛是个喇叭，我该死啊，歹势啦！哎，话干那你起来起来哈，有话吼，徛起来再讲啦哈。哎，那好啦好啦，看这算算的，看数有敢对啦。哦。对啦，差不多啦。哼，啊对就好啊啦，我就讲哦，迄根本袂当囥伫厝里啦，安尼哦，贼仔会来偷客啦。 啊，头家，你也是无大劲的，佮连阮家的嘛，真煞客客去啊！哎，无主啊，你嘛算看嘛。哦。无唔对吧？拢伫个啦。拢伫哦。好吧，啊，物件拢无唔对啦，啊，这块边啊。佮送派出所，交警察啦。头家，莫啦，倒来做派出所啦，我真唔对啦，我求你啦。 大家没事啦。你即马才知影你唔对唔哈，你本是知啦，做贼啦哦，去互抓着是爱毒手的啦。啊，即马做贼啦哦，抓入去关几年啊啦，啊放出来了后哦，啊搁是一丛好好继续偷体啦，哈、啊，你哦，拢无咧惊啦吼。我袂当乖啦，我老爸老母搁我饲，我大囝，搁小弟小妹嘛搁我。 OK，忘掉啊，大家。阿笨啊，你做贼啦，时阵你是安怎拢无想到恁老爸老母、恁小弟小妹啊？好啊啦，好啊啦，啊三更半暝，莫送派出所啦，啊无，搁要做笔录，大家拢免困。哎呦，我看，先送去工寮关起来，明仔载才来处理。你讲了嘛有道理啦，哈。啊然后，迄规暝咧做笔录吼，啊咱都煞免困的吼。好啦，家己下去哦，工寮关起来。 阿哥，美女，家己爱讲了啦。阿哥，你负责顾，莫有走哟。哦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呀！来啦，大家起来啦，莫有做错啦。OK，我唔叫啦，OK。叫起来，我求你啦。你放出来啦。唉，我是无赞成送派出所。嗯。啊，若无可以哦，抓入去关几年啊？哦，啊，伊敢会乖呢哈？ 关了无一定会乖啦，啊放出来了后，要你家己搁较大尾。嗯，那有可能啦，啊无哦，伫迄个警察是要创啥？哎呦，啊做笔录真正足麻烦的啦，啊到时阵哦，警察找咱大家去遐问东问西呢。
我看吼是有人无想要讲伊是安怎有金条啦，啊买金条的钱吼是为倒位来的啦。嗯，我是为着咱林家好呢。这工人偷摕头家的物件，传出去是我歹听嘞。啊好啊，啊无恁若是坚持要安尼做，我嘛袂甲恁阻挡啦。我看这件代志哦，恁查甫人处理就好，我无意见。好啦好啦，哎，较早睏的啦哈，啊有代志明仔再讲啦。晋南，你拄才跟我看到，迄包金仔有偌大包的，啊每一条，哇，拢这大条呢，应该有一两斤重哦。什么一两斤？你看迄个彩琴嘛，你投资的时阵啦，偌奢华的，这几年赚来吼。几六十斤都拢有啦，原来哦，伊就是安尼哦，伫乌咱岛的财产。啊，你知影伊咧乌财产会当怎？钱拢伊咧管的呢。我袂当干那富落啦，无咱林家财产真正去乌了了。这世真正是吼，少许咱林家财产，连咱两个嘛看袂顺眼啦，想要甲咱赶出去。真正是有够恶毒的啦！你看平常时的时阵哦。好啊好啊好啊。哦，你给我冷静一下，好啊，想些代志才会用的。一支嘴袂输火，惊你咔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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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正有够烦的，你知影？物件收收去你啦，去啦。彩琴啊，啊，你的创啥？当然是把我的金条藏得好啊。我看迄金条放踮咧厝内无安全呐，归去明仔载哦，去银行租一个保险箱来扛。唔免啊，我看归去把金仔换钱摕去投资较实在。唉，当初是你买遮尔啊济金仔，我拢。我知啦，我拄仔看到咧惊一个，你知影无？我咧想啦，今人今嘛吼，应该是目空赤啊。哼，有钱摕去买金嘛，有啥唔对？啊，大家唔是拢安尼，钱会变薄，金嘛才有价值。你安尼讲吼嘛是有道理啦。讲好迄个时阵哦，古代表吼无值钱啦。一卡布袋的钱哦，换袂到一斗米呢。亲像阮阿母哦，若有钱就摕去换金嘛。啊，阮林家吼，唔则损失袂遐尔啊大。嗯。会叫啦。啊，拄则竟然看到迄金条，讲啥无？无。进来呀！来，坐啦。哦。啊，处理安怎？拢处理好啊啦。阿甘兄甲阿本啊绑伫个条仔顶啊，伊走袂去啊。阿斌，我问你哦，你看咱是毋是应该甲阿本啊送警察局啊？是讲吼，若无甲阿本啊送去警察局，就予阿本啊受过好食亏啊。安尼好，明仔载就甲阿本啊送警察局。哦。啊，毋过即摆阿本啊个代志哦。是我的重点，我的重点是那五条金条。金条？我看了那五条金条，我真正是惊着。我咧想，我林家的财产已经去予那颗彩琴换了了。看了那五条金条，我真正是惊着。我咧想，我林家的财产
已经去予迄个蔡琴换了了。讲起来，蔡琴伊真正是有够厉害，唱山腔还佫无人知呢。这几年哦，金蕉出口互阮林家赚了袂少钱，啊，毋过遮个钱哦，我拢是看会着，碰袂着，真正是有够气。所以，晋南兄，你的意思是要甲蔡琴伊分家？我是安尼想啦，以前吼拢想讲小可忍一下，我是大囝，应该咱分大份的。啊，毋过即摆这个办事吼，若无紧分家吼，我看我什么拢摕袂着。啊，若卡输晋南兄分家以后吼，会搁较好，我当然是赞成啦。上无嘛袂受到因的牵制啊，搁会当发展家己的事业呢。是啦。啊，这届吼要选老婆李叔啊，那真正给我选中啊，我咧想啊，应该真紧啊，会安保着李叔啊。到时我就有权利啊。今年我会用租两家的地，明年我特别租到十家。两家，搁十家，安尼是五倍呢。伊做这代志吼，得先过保守啦。做啥物代志，拢咧白脚白手，爱顾着金蕉了，该顾着家己一边。啊，毋过即摆你回来啊，金蕉了，我就免烦恼啊。我会用专心去发展我的事业。多谢恁阿兄遐尔看重我啦，我一定会搁较拍拼，绝对袂互你失望的。我都甲你讲过啊，对我吼，绝对无唔对，吼。来，这样紧就回来，还有几天才开学呢。你家己不是同款？我是回来准备新的实验。安那，啊你休寒过了安那？啊，伫个厝的N号住哦，实在受够痛苦的啦，讲话啦、动作啦，拢爱控制个条条条。但是安尼小可稳一下吼，啊，阮爸母都遐讲，哎呦！赶紧去看医生，赶紧去看医生啦！哎呀，大家哦，拢伫个眼好住，实在足悲哀。我的身体哦，是愈来愈歹啊。哎呦，你莫遮尔失志啦！医学一直咧进步，一定当查出你的问题，无的确会当治疗你的药啊，真紧就发明出来啊！不如哦，我甲你发明啦。哎，对啦，啊，你写迄个糖尿病病人的报告。迄个病人哦，还是离开啊啦。过年的时阵，我伫手里的病房，我想讲，伊会好起来。想知影，过年后无几工啊，也是走。你这个休寒拢咧照顾伊，已经是尽心尽力啊啦。你的报告吼，若是写煞，调整家己的心情，都爱将伊放袂记。对一个病人用这么深的感情，对你来讲吼，无好处啦。我知啦，我会调整。啊！你休寒拢伫个病房，连二九暝你嘛拢无转去哦。有啦，我转去围炉才转来。那呢？你甲恁女朋友敢有见面？你是不是因为答应恁杜尚甲嘉尚，才无甲伊见面啊？哎呦，你哦，这种代志唔免遵守啦。我知啦。知就莫苦毒家己。我惊我哦，刺激到阮卡上啦。阮卡上即摆身体无好，我暂时嘛未想到处理这件代志的方法。
就先安尼啊。啊，你这个个性，奈哪查囡仔同款，惊东惊西，唔敢表现出来。哎呦，你唔捌啊！啊，卖讲这啦，食饭未？咱去食饭，食了来去看后下期的课表。好啦，嗯，行。哎呀！先生，你要出去啊？是啊，我就想讲哦，去看迄顶礼拜来说迄张太太啦。对啦，先生，迄陈太太安尼水较少，我流量较侪，才麻烦你多注意一下。张太太，你毋是前几工才去看过尔？啊，囡仔的财产嘛落去啊？我顶届吼去的时阵，迄张太太的大家伫遐，我就歹势叫伊去卫生所装热敷，伊第四天啊。这三个卫生拢无处理清气，我是惊讲主管去感染着，先去甲伊讲一声啦。啊，这吼是卫生所的做善事爱做的代志啦。我嘛拜托卫生所去拜访个张太太啊。啊，等下有啥物要来生，你安尼拢无休困，敢袂忝？不要紧啦，我啊真紧就转来。先生，我出发啦。明珠啊，这台铁面嘛旧啊，换一台新的好不好？先生，唔免啦，搁会用骑，啊，我出发。去找工都的迄卢老大的啦，啊，伊讲哦，迄全国合作社哦，下半年都出口哦，要调做哦，55%对45%啦。啥？啊，对半本就已经足超过啊，因够想要争取加5%？嗯，真正有够小摊的啦。嘿啊，哦，迄全国合作社的理事长哦，实在有够袂见笑的啦。伊讲哦，台湾的金针哦，会这尼啊大量出口哦去日本哦，是伊的功劳啦，是伊常常哦走去日本瞧的呢。伊是去瞧啥啦？咱出口工会敢无去做公关？啊，工会背后阁是政府嘞。搁再讲啦，啊，即卖出口日本量遐尼啊大，迄嘛是咱出口工会进前拍落来基础啊。嘿啊，啊，不过哦，伊安那讲呢？伊讲哦，伊是为着迄金蕉龙的利益哦去争取的啦。哼，讲到遐尔好听。陆老大哦有建议啦，伊讲哦，咱工会哦一定爱去台北啦，去经济部争取啦，袂使哦全国合作社哦踮咧遐唱秋啦。安尼毋就是要甲全国合作社宣战啊？嘿啊，伊讲哦，咱绝对袂使阁让啊啦。啊，毋过哦。就是有人爱听官山看马上。我伫两边吼，拢算细开哦，莫牵拖为我遮来哈。喂，酸掉啊！就是有人爱听官山看马相谈。
我伫两边吼，拢算细开哦，莫牵拖为我遮来哈。喂，酸掉啊！哦，看我吼，看讲啊，看我阿公，水啦酸，是酸，什么酸掉啊哈？啊，阿你无讲？哎，美女，哎，美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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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你咪换一撮衫，等下到我这边穿啊。哦，好。阿爸。啊，等下美女要跟我去讲情理啦，吼，啊，也唔要当来吃，哈。无啦，哎，啊是啥物选调你无讲？啊，代志卖管啦。啥物个代志我袂用个管的哈，我是恁老爸啦。死哪济嘞哈，愈来愈大尾哈。穿的你算良家妇女，你穿这個、穿这個、穿这個。哎呦，我代志你别管，当恁新的呢，我连忙到垃圾去。啊，你今麦换衫是要去倒啊？搁特别换衫。当然是要讲生理啊，啊怎亲像你嘞？咱查某囝嘛十几岁啊呢，啊你甲人穿迄趁食查某你穿的内衫裤。你当然是底啥，你想啥啦？我爱穿啥就穿啥，我穿伫咧内底，想啥看到，你敢看有？啊，家仔我看无啦，无吼，我会生目尖啦。好啦，你鬼去生，生眉生眉啊！对啦，我来生眉，唔才看到你。擦白擦白，等也等袂掉旧个。这八个月，立夏，你看麦。哎呦，才开春尔的，花出这尔济哦，哦，好彩头哦。哼，若不是让青哥写手气遐尔济出口料，咱会当赚搁较济啦。哎，说出公话哦，甲青哥合作社哦，今年一定会开钱的啦。啊，若无站出来争取哦，迄规碗哦，让青哥合作社胖胖去。你想要争取，敢着钱会赢？我听拢讲，迄个事长背后的靠山是太子身躯边的人呢。嗯，太子身躯边的人是安怎的哦？啊，我听哦，迄高雄工会会长讲哦，咱工会后壁的靠山是哦，行政院长甲经济部长哦。安尼就有头病。哎，是讲哦，唔知影到时阵进来选倒一边。啊。我当然会叫郑南哦，选迄啰苏出工会这边啊。啊，若无哦，伊哦，我哦，你叫哪？我啊，哪？哇，足嘴呆啦！好啊，我先出来啊，我先出来啊，哈。你看啦，你看啦，一定是去找青果社的人啊。啊，下晡接到电话。讲什么选调啊，选调啊！我咧想哦，是选调，秦国祥在什么位置才会笑到遐尔欢喜？啊，这尔暗啊，你搁要选出去啊？我哩是伫咧办公室，啊，今嘛嘛是去讲生理趁钱。你哦，去甲秦国合作吃死死的，我无爱啦。你着家己出去做。今嘛就是要分家就对啊。进前先叫我搬出去。啊！即嘛含你大汉后生，你也要甲豁出去啊？即啥歹处理？你哦、喔，就敢若惊伊啦？我上惊的就是你啦。想想对对，回忆连绵，相逢有缘，对阮两人的祝福，风吹微微，亲像花蕊。
点点滴，这双人的。